光线对眼睛的影响可能是你近视的罪魁祸首。这个视频很重要，请耐心看完。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，人们对光线与眼睛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。近年来，一些研究人员发现，光线的明暗对眼睛的影响也是不同的。有实验证明，将人工饲养的猴子放在暗房子中饲养，让它们长时间处于相对固定的环境中，无法适应不同的距离感知。长此以往，猴子的眼睛就会失去适应不同距离的能力，从而导致远视。为什么光线暗时反而不容易近视呢？有一种现象叫夜近视，就是白天视物清晰，但夜晚需要戴近视镜。究其原因，是夜晚有屈光的差别，在比较暗的灯光下视物，与在明亮的台灯下视物相比，光线暗时物体的成像偏浅，光线亮时偏厚。如何正确保护眼睛预防近视呢？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。首先，要选择合适的框架眼镜或者安全精准角膜塑形镜，确保用眼时光源均匀且柔和。其次，需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强光下，尤其是在户外活动时，应该佩戴太阳镜遮挡部分光源。最后，要注意眼部卫生，经常洗手并避免揉眼睛。专注科普21年，关注我，带你了解更多健康小知识。